自己主办的立庙仪式，在我生日那个月份做咯。没有，不是。拉出去。立庙的车头，我们的第一站石岐立了。哇！修电大神，已经差不多要四点了，各位。终于看到他们了。哇！已经忘记我了。没事。这么惨啊，老板，快在家里。八个小国。哇！哇！八岁。他从来没有手做东西的，我跟你讲。很好，可以躺着赚钱。大家听不到，讲话大声一点。生日快乐，叔叔。老板，我带你走啊。还有必要？走。下面做销售，大家都叫售。拉面挑战很，每个人都会做的。拜拜。支付宝在这里，是。耶、yeah, ，各位看到我身后的地方吗？就是呢，我们两年来唯一一次自己主办的立庙仪式。而且这个仪式呢，我们筹备了应该半年多左右啊。其实应该超过半年，真正筹备半年了。应该八个月。啊，算到来从今年一月开始。就是书生很神经病，他突然八个月前讲，哎。龙年可以做一个 event， 我想讲哈，适合地庙啊。还讲什么？在我生日那个月份做咯。没有，不是。咦，你不懂？地庙八月十五号生日。就在我生日那天啊。就是八月啊，就是我为什么会在八月做，就是因为地庙的生日在八月十五号。所以这个活动算是我们地庙二周年活动，然后也是 Question Tree 的 Launching， 就是地庙 Academy。 对，为什么会是地庙 Academy 呢？我们再慢慢跟你们讲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身后做的这些，先一步一步慢慢的做着。各位跟你们讲，我们两年第一次办活动，我们在哪里办？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全吉隆坡一点最好的 event space Star Hill 的门口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 Star Hill 啊，真的是很感谢他们，他们挤了那个时间给我们，因为哦，他们是满到爆，然后我们就算了，我们总共办了十天的 event， 他留了十天给我们，谢谢 Star Hill。真的，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？真的是目前我看过地点位置最好的，你们自己看一下四周围。不管是人流，或者是你可以遇到的更多的客源，不管是你原本的客源会来的啊，看到没有，这边就是这样热闹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对、啊、治安也很好，所以才有警察。哎，这个警察是啊，这是救护车。你现在看一下热闹啊。哦，救护车，他安全你放心的事情哦，救护车快来啊，所以来这边逛街。哎，重点不是这个，主要是这个地点大家都会看到它，就是我第一个为什么想要在沙丘办 event 的地方。其实吉隆坡有很多地方办 event，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觉得全 KL 最好，全马来西亚啦，我觉得真的旅客最多，然后最舒服，交通最方便， parking 最方便的地方真的是沙丘，对不对？真的就是沙丘了。所以真的也很感谢他愿意给我们这十天。原本这十天啊，好像有其他品牌，他出去。真的、啊？是不是、啊？应该是、啊。你不要这样讲哎，这个。他有难做人呢，没有，原本就空了啦。啊，原本就是给我呀。yeah. 然后呢，我带你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整个过程，看到吗？我们后面哦，现在哦，整个哦，我们在处理的就是 indoor 部分。现在目前是 event 的前两天，然后前两天的话，我们主要呢是处理 indoor 部分，因为 outdoor 的部分呢还要再用一天的时间来筹备，所以我们呢用的范围呢就是 indoor 跟 outdoor。所以你们看这个场地真的非常大，带你们看现在在 indoor 发生什么事情。你们看，大家一进到来呢就可以看到这整个活动。啊，现在已经架着这些，还有我们背景这边是 Kasia， 然后这个是我们摆的地方，然后那边是 fitting room， 现在他们正在把气游得更美。这个没有错的话是 Kasia， 看到我头上的这个吗？这个
有点像是那种拱门啊，就是那种大学入口那种感觉。OK， 我们整个 event 是包围着的是 academy 嘛，那时候我一来的时候我就马上敲那 memoria， hello， 我们八月有一个很大的活动需要你，因为我们真的很信任他们来做我们的 event 布置啊那一些。我看到这些我很开心，看。交给他们哦，我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的，就是我们要什么他们都 100% 告诉我们他们做得到，就是你不用担心任何后续的问题。每次我们找他哦，就是啊，我直接讲老板娘的名字，卡门，我每次讲卡门啊，这个做得到吗？哦 OK， 没有问题。每一次回答的东西都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我们找 La Memoria 合作呢，上一次也是在尼格拉，都是在找他们合作的，然后Lane也是有他们合作，所以哦 everything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。哇，你慢慢看到那个感觉已经出来了。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找 La Memoria 合作呢？主要也是哦，他们已经有15年的经验了，很像 event 啊， annual dinner 啊，还是你的生日 party 啊， launching event 啊， conference event 啊， gala， 他们这些所有东西都会有的做。在那么多经验之下，我们真的也是很相信他们。现在很期待明天最后的布置，然后再给你们看看最后呈现的效果。对。心里澎湃紧张，还有哦，讲真的，我们在这期间哦，我们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哦，真的有好彩有卡门姐帮忙，卡门我爱你，哇，先跟你讲一下我爱你，全部都一一解决哦，真的是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，现在看到卡门的名字我就觉得很安心。今天我们又来探班了，今天是第二天的 setup。哇，等一下姐，我不知道那么大两个，很恐怖哎。是啊，我还在想说这么小那么小，天哪，这太大了吧。我们的喵喵车来了，看到吗？地喵的车头，天哪！看那个 truck， 看到太兴奋了，也是没有给你们看到。经过了昨天，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光秃秃的，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开始都进来了，这个 work in progress， 看。家门还在继续的赶工，不知道今天会赶到几点。哇，就是这种好好看哦，看，全部都是小铁橱，这种比较欧美复古风的。Money cashier， 我们来见证开心的时刻。啊哈，我们的萝莉，yeah! 哇，然后外面呢，其实还会有那个 wrapping 的。噔噔噔噔噔！哇！现在在黏着那个跑道，从外面进来，接到 reception， 然后走，去逛街。我们的第一站时起立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大。直接变到很小了。Yes。哇，老板娘亲力亲为哇。No！啊，中嘛。Yeah。没有，他没有在对的位置上面。中干中。关电脑啊，这是关了哦。关了。欸、真的坏我？真的坏掉了。对啊，会不会是我正反对啊？松。OK 啊 ，1 2。哇！修电大神。修电。哈！转行啊！转行来。是凌晨的2:30，我们还在这里，因为他们也还没放工。啊！差不多七七八八了啊，其实。看里面哦，还有搞砸别人的东西，已经差不多要4点了，各位。Oh my god， 真的没？还好在装。不准比中指，一定有人给他把一只中指。他们只要 IKEA 会讲嘛， IKEA 把这两
黏在一起，不给他们掰。来，我们来等待明天一面开始喽。你们看这个小彩蛋，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，但是感觉明天就会折掉。Enjoy the new, enjoy the new 啊，enjoy the new 啊，也不是他的错啊，就不能不想管了。今天是 booth 的第一天，终于看到他们了。哒，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出。哇 ，Top Show 哦，我们的 Top Show 终于得空了。各位，现在是11:30，刚我们开张是10:00。到现在还没有吃。哇，已经忘记了。我也是还没吃。28间，28间，28间。哎，满满啊，我们都给是很多样东西的哦。爸爸同学，今天哎，这么你看到这脚不美？哇。这么惨啊，老板，快点夹你！我肉 K 吗？你在夹？哇，还有老板亲自整理货嘞！假的啦，他。是啊，我这样觉得。OK。K 已经关了 ，K 已经关了。哎，帮忙弄呀！来抽一个。来，我们的 VVIP。抽一个20块。20块？不用啦，丢掉一边。可以吗，老板娘？轻松吗？弄好。弄好啊。各位带你们来看大姐的惊喜，这是真的想哎，菜场也说要来有的啊，他待会我要怎么跟你要寄放吗？对，来，我英文到底有多差呀？我带你去学英文，走。虽然我英文也不好，哎，我已经那个翻译好了，我想要寄放行李。好，我来去尝试。不要，我恐惧症。那个小国，哇，18岁。哦，你帮我 open 一下可以吗？ open， 哎呦， open， you speak English very well。 Yeah， I English very well。 我叫你买，不干，我就可以直接这样拿过去。哇，他比你好，好好看哦，大哥。怎么好看？他比你的蛋糕好看很多了。你说那个桃子是你买的？天哪，你登记了吗？哈哈，人家可以登记啊。还要打火机吗？我有打火机，我刚好叫外送。你有看一个小心思吗？你们仔细看，出生的李小晴跟她老公。太好笑了吧？你看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等一下，我是你，就找好看一点的照片，你找一个。就是最新的，我相簿里面最后的一张你。哦，那个吃很多巧克力的，可爱吧？我今天就跟他讲，不如你就来这里当他生日。没想到他就这么爽快答应。不是，因为在韩国出生就讲那个语，他说我生日愿望就是你要来马来西亚。他突然这样讲出来了。因为他们我生日你们也来了。对对对，还债时间呐。很厉害，我觉得当天来当天回，没有他家可能会吃回他的，活动比较重要，可以改清掉了。我们终于点好了，点好，没有，今天没有，没了啦，就熄灭了，这个火了，大灰的，哇，这个风，我觉得哦，你先拿进去，我等下到冷水我会帮你点，我很快的，好，走。他有带他麦克，这风太大了，怎么有电风扇呢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左右都有电风扇。好，走，好，走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sir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哪里啊？楼上。他就喊他的饭店啊。我把你们昨天的房间煮掉了。哈哈哈。这我们个屁。啊，真的姐，啊，你有没有听到这个？哈哈哈。都骗了。哎，这是28个救国哎，知道吗？我算是其中一个救国，这才是重点。好，你是第28个。对的。我要27岁，我永远27岁。看起来超丑。真的。我选那张。你们帮我拍个照。我又想到他有可能会来，可是已经没有在想。太忙了。本来有在想，后面没有在想。热了，好热。马来西亚好热了。机票是晚上10点回去的，但是可以不回去了。大姐，你问他，他说他昨天梦到一件事情，真梦到蔡昌永又破功了，然后我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上次我们去巴黎，蔡昌永把我们的那个机票寄到他的信箱里面，所以他知道我们要去巴黎。哦，终于成功了，天啊！谢谢我自己，可爱哦，你老公们真的是，等一下，我的老公们，老公们，你给他看一下那个拔掉的那一张照片。那不是 ，OK，
老公门在这里。大姐，你看你的后面。两只超才猫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Susan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嘿嘿。其实我跟苏生有准备一些小小的长话短说的小 speech 啊。呀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办这么大型，然后又邀请大家一起来，有点小小的失误，包含一下哈，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一次会是 Email Academy 的概念。其实在我们一开始创品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朝着要让大家在世界的各处，在哪里，不管是一个人在努力都好，还是会有一群人像 Email 这样的人在你们背后扶持着你们。就是如果你们有抽到这个衣服的话，一定会有配色恐龙的喵喵，它是要两个拼在一起，就是有彼此才会组成一个完整的 logo。 意思概念是这样子，就是有一加一才会有完美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在这个场你们可能不认识彼此都好，但是你们在一起的都是并非偶然的，这都是一切最好的缘分。还有最后一点，就是生活都是像皮喵那个拼图这样子，都是由拼图慢慢组块而成的，就是要去享受它。 Enjoy the now 是我最想要分享给大家的。你们现在呢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袋子里面，你们每个人的袋子里面会有拼图。 OK， 在你们趴着的背后会有颜色的，请你找到你的朋友们铺在一起。深蓝色的朋友，哇，你们很像什么邪教组织啊，那边敏锐，需要你踏出你那一步，认识你身边的人。图上呢有全部像艺人啊、考过学，这些都是让你去找对应的人。举手啊，要举手。你们的冰哥要不讲啊？五条线哦，五条。我们赢家只有三位啊。真的是忙到我的 vlog 应该是一半就结束了。对，四点才睡的人。对，今天呢就是有一个小活动，就约了一些朋友，就是我在 IG 有 post。 如果你们想得到我手做的花花，这个做好了，昨天做到凌晨四点，然后煎一个小面而已。期待一下，看这两个人穿情侣装，比我还像情侣是怎样？我们看怎么好像瘦的人跟胖的人都可以买订阅哦，还有宽松，更胖的人也可以，是吧？我昨天讲了，可是你穿的很好看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我喜欢这撞色，穿球衣风。我跟你讲，等下你去到那个 event 哦，大家会看到是我跟佩玉哦。对啊，大家会不会好好注意到我们？不是我们也，我们两个画面太奇怪了。我们也不想要抢镜头，但是我原本只待一天，但是我现在待了三天，我没衣服穿。今天的 sales 不知道如何呢？今天是 day two。嘿，等下送礼物。这是送给谁的？送给他们的。亲手做的嘞。你看他在等。吃了。他逼我的，他逼我的，他逼我的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你们知道谁先来还是谁先后来吗？这样的话，如果你们不介意，我们就直接不可以跟你开始。颁奖典礼啊？没有颁奖、哦，可是他这个形式好像颁奖典礼一样。我也不想要这样嘞、欸。你告诉我们嘛，这是什么、欸？你告诉我们嘛。让他们懂了，他们也懂了。哦、oh. ，是我手做的啦。他手做啊，跟你们讲，他从来没有手做东西的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有，很少很少会有粉丝吧，对不对？
我们有 Creator Studio 的尾牙。来，你再说一次暗语。小声一点。一个生一个，啊，生一个，生一个，一个。我现在讲什么？你先一个，那你要签名吗？这样你要跟我回家吗？你要签名字可以跟我回家嘞，这样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这样你要签名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好笑。准备跟我回家没？我家有两只狗哎，你喜欢狗吗？我不喜欢，哎呦，好难做啊，不要聊，好难做啊。算了，拜拜。下次住我家，跟我家拜拜，拜拜。你被 kiss 吗？被 kiss 呀？哎呦，这个方法终于算过，开会哦。OK， 这个就是帮我注明他刚刚哦，跟你讲，谁上课的时候吧，谁课谁开会。跟你讲，今天是8月16号，刚刚大概差不多3-4点的时候，在我这 event phone， 他在跟谁开会？记住他的脸，他一边开会一边跟我玩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所以不是很专心，可以惩罚他一下。是你们来玩呢？我超爱跟你们，我每一个都抱着看你。耶，谢谢嘞。没有这样久吧？你在骗我啊？你有从长发看到短发看到？你们有这样久吗？真的，19岁啊，19岁。你们还在中学？还可以看回你10年前的 video。谢谢你嘞 ，lucky 就啦，不是 lucky 啊，那个丢的，一轮哦，没给你一个，那你可能，不可能一轮，没有进来看到不可以，一轮可能要10斤哦，第二次没有，哇，留点衣服给我啊，不要这样夸张啊，是真的很硬要，是我们不好的效果来的，笑死！今天呢，不一样的任务，今天不是销售，今天是要做分享员。销售啊？销售。哦，销售。销售。今天也做销售，大家做销售。不好笑。压双压。今天呢，迎来了最适合 Academy 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呢，我们要分享给 Galaxy Campus 的学生们，真的是在籍学生们一些内容创作分享的一些体验。
验，就是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为什么想要成为内容创作者嘞，就是慢慢引领他们呐、啊。今天人模人样。欢迎学生们，这一次就是我们第一秒跟那个学弟学妹们做一个 sharing 样子啦。之前那种拉面挑战很每个人都会做的，可是你觉得现在适合我们吗？可能就未必，但是你们如果有点 lost 的话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每一个都去尝试。跟就像说讲，至少我们 try 过这个领域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而你更容易去找到你的定位样子。做可能那个事情哦，做一两年很简单吧，可是你要做到五年、十年，如果那个东西像我们讲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哦，它很难做得久。提醒最后不要被数据绑架，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很多人会放弃，就是因为我没有 view 啊。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可以创造出怎么样的 content， 一直去进步，而不是让它成为影响你的元素。可以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 engagement 这件事情。有些 client 哦是不看数据的，有些 client 更注重是你的 branding， 跟你的个人形啊，你的个人形象那些。但是有数据会更好。我也相信，只要你的内容是往正面方向走了，你怎么样，你的路都是正。今天我们就是要让你们在我们 D-Mail Academy 的 book 里面做一个 content 出来，用你们个人觉得最好玩的方式去拍你们的东西。作品都在这里了，现在我们开始进行 review。作为开头，看到有很多这种版，我就觉得很聪明，然后就是来镜头跟我们讲，谢谢，就很喜欢这设计。鼓掌。那如果这个作品我觉得已经很完整了。那我觉得其实它有很多东西你还可以去拍的，比如说这个船上面其实有一些体验游球啊，还是外面这个娃娃的波动是来给哪个房间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部分，我们拍那个 concept studio 的时候，没有看到你拿那个手机自拍啊，这个是蛮重要，最重要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算是 client 要的，就是我们要怎么呈现，要用什么来可以达到这个 AI 的东西。就是要用那个手机，可能他有一部分在自拍下啦，然后下一个再有照片出来，我觉得它会更完整啊。我觉得真的很不错。耶！做影片呢，交档案最忌讳一个东西，是把客人的名字打错，这个蛮严重的。你什么字体，你什么用法错没有关系，客人的尽量 double check。哦。呀。我玩棍总。It's 奇妙。It's 奇妙。观众看了，我会觉得哦，在跟我分享，在跟我推销，太棒了！哇！姐妹，自信一点 ，OK？ 因为我觉得他的影片完成度真的蛮高。很有你自己的 style 啊！是影片啊，不管是边幕、剪辑到最后，你要说这你的粉丝群的话，你怎么样都要把自己的个人魅力展现出来。哇！你那招有用哎，降低我的 expectation。我要口袋加有爱心，我没想到这个照片。你是有感染力的人，你底下我会很嘲笑。对，而且对你们也不嘲笑。不是，感染力姐妹，就是一点，不管用在哪一个方面。给我拍炫多一点。耶耶耶！用音乐，其实音乐也是一个 point 来的。你用流行的音乐也会吸引，我觉得蛮好啦，只是很可惜，像前面也是有几个你们团队拍很多风波内容，就是你们来不及筛选剪下去。有时候我觉得难的部分是，如果你开的时候，还有 audience 的时候，你要怎么 balance？ 对，这个还是我觉得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学习的。对，很难，就是要学习哦。你要怎么去拿捏？我的观众会不会看到这个？又是广告，会不会很无聊？这个我到现在，一般都我们还是要在练习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完六个人了，耶、yeah, ，给自己一个鼓掌，耶、yeah. yeah. ，你没什么问题吧？快一天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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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的可以的，无感情，你们可以有点感情，无感情感情的你，加油加油，哎，
加油加油！哇，动多一点。哈？哈？哈？好，你的脸要变成那个太阳了，两个。谢谢，哇，这样睡的你们可以。谢谢，你们飞真好哎，我们人来就好。谢谢你们。我的心中就有一条线了。美 ，OK OK， 这个的还是比较好一点。Sorry 啊，真 ，Sorry。这个好恐怖啊！平时人家是送一次，他们是送一个 set。对。哇，上次 OK 了，油条还真不错。真的，真的钱。呀，最后一次啊！谢谢。来给我打，最后一次。OK。最后一次。哎，看你也有一个盲盒，抽了一个盲盒，他讲本来就知道。手做盲盒，对，对对对，还有讲手做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觉得我的比较难的，呀，我就猜对了，这样做的，这是青年所做的，他的儿童刚装修，哇，你那是奥利，我是奥利，想到你们今天这一天了，就跟他讲保护他哦，保护不了，保护不了，我是跟保护我的，下头点，哇，谢谢，很难做的，太好了。给我很多 idea， 我下次也要这样。多一个了，各位，你再猜多一个了。这有很多哎。来来，地喵地跑走，哪里就行。手机，听不懂而已。不表演又。没有，我们再来。我们先唱毕业歌，准备。根本就没有人懂啊。三二一，喵喵喵喵喵。唱。喵喵喵喵喵。三二一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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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乱唱的，你刚刚唱的，不是我，他讲的。没有下次了。嗯，凶猛。谢谢师姐娘。恭喜我们最后一位顾客。谢谢你们带我们到最后。台北最后一位顾客，请问是何君鹏？谢谢你们带我们到最后。你们好棒。你们是爱人吗？恭喜。因为你们是最后一位顾客。我们要送欢迎欢迎你们。我们两个特别东西。马上决定，马上，欢迎，欢迎，最后一个，欢迎，他们是中国的朋友，谢谢中国的朋友支持音喵。我们是马来西亚人，就是中国人。欢迎你们来马来西亚。嘿嘿，你们是来旅游吗？我支付宝，我最爱的支付宝在这里。在认真结算账单的三个人。最后我们都猜了，还有外面的一整圈，天哪，真的想不到这十天过来真的好不容易哦，全部上大萝里了，还有这里耶，谢谢大家，这十天下来不管一些真的是特地过来的，像我知道的新加坡、澳洲，
然后沙巴朋友，还有柔佛朋友，还有很多很多，真的是为了给我们加油鼓励支持的，我们都收到了。这一次的 event 呢，也收获了很多 feedback， 几乎大家都是真的正在鼓励我们把这次的 event 做到很好，我们也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兴奋，还想再玩。我觉得我 team 的人应该会杀掉我。这一次来的呢也是很开心，就是真的选对了这个 Star Hill 这个位置，你知道很多中国朋友，还有 Arab， 还有 Qatar， 很多就是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品牌的人经过了看到了，哎，是 Malaysia 的 brand， 然后就进来，然后就买了很多，所以也是一个我想要达成的目的，就是呢让 Dmall 这个品牌可以有一天可以为马来西亚争光一下。对啊，当然不止做的这些，希望之后还可以做更多。当然还有就是谢谢，真的是La Memoria的朋友，哇，很感动，把我整个的 idea 完全的 pull up 出来，哇，真的是，我觉得很大部分都是要因为这些 set up， 我们才有办法呈现我们要呈现的东西，是，对不对？是，是，你懂我在讲什么没？不懂，我有听过，听过谁？就是很开心，我希望还可以再跟 La Memoria 一起创造更多更多更 amazing 的地方，还有真的是很感动，不管有没有来的朋友，他们也是不管是 DM 小红书分享啊，都有跟我们分享很多要我们进步的或者成长我们的地方，我都有看到，我都有收到，希望以后有更多更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见面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应该没有讲漏吧，就是这样吧，下一个 event 见，拜拜，请一个耶，喂耶，有水的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不喜欢，把你们抹掉一下，拜拜。